好，把他射死了。哇哇，飞船被我们射爆了 ！Oh my god！ 结束了，我们人类已经没命了。我最终还是死了，不过这辈子还是过得不错的。你辛苦了，快起来吧！你的家人也一起观看了这测试画面。哇，你，你们都在看我了吗？儿子啊，妈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你简直就是人渣，你还是个人吗？你是个变态，还有女朋友哎、欸，可恶，我有女朋友，我真没想到你会选择杀人，咱们分手吧。Oh my god， 叔叔，你杀人的时候好好笑，好玩吗？我长大也好像你要成为杀人魔，三小，要好好笑这个。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拖下水的这个结局哈，结束啊，根本不需要陨石啊，我们自己炸自己了。陨石表示 What the hell？ 我觉得幸亏提前参加了性格测试，我同意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让它与社会隔绝？亲，哎、欸，依然故我、欸、这家伙，哇，跟这变态亲亲，他觉得恶心，打死他。你为什么亲那些男人？世界毁灭前，你居然做那种事情。但是妈妈会支持你的，开心点，妈妈支持你，支持多元成家。原来你是个基佬，藏着也很难受吧？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的，那我就不会把我的生命浪费在你身上了。再见，哇！叔叔亲男生真的那么爽吗？我挺好奇的。明天我要把舌头放在我们幼儿园的男生嘴里，恶心。先生，你的检验已结束，结果令人难以置信。实际上，我也是一挂的。哎呦，你想不想跟我去喝咖啡啊？笑死！哇塞，还弄一张图，基友图。我们亲一下这个女人好了，亲爱的啊，我已经有你了，我不会傻到再想其他女人。知道错了就去死吧！不要啊！好啊，亲那个女人被揍啊，剩下独自逃跑。你坐火箭的时候能够左右，别管了。再见了，陨石。独自逃跑，坐着宇宙飞船自己逃走这件事情，简直都没有想到。天哪！我们剩最后一个就是发呆了，我们来试试看。三、二、一，噔噔，这才是我儿子嘛！我太欣慰了，亲爱的。我觉得那种情况还是什么都不要做最好。哇靠，总感觉好像除了当英雄之外，啊，不会被嫌弃。哎，不对哦，当英雄还被他们嫌弃哦。你什么事情不做，他们好像都一致赞赏你这样子。嗯，啊，那个小孩子呢，就没有任何的那个、哦。那我一个胜利姿势，哎，这个，嗯，画风非常巧夺天工啊！天啊，嘻嘻嘻嘻嘻，结束了。哎，小孩子，直表示啊，无聊。